之前说到，在鄱阳湖之战后，朱元璋仅花一年时间就吞并了陈友谅的全部地盘，其实力之雄厚，对周边的各路诸侯都形成了优势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朱氏集团的目标已经从保障生存转变为歼灭群雄，一统天下。凡定天下者必有规划，刘邦有韩信进汉中队，刘秀有邓禹进邺中队，刘备有诸葛亮进隆中队，柴荣有王普进平边策。那么朱元璋身边自然也少不了这样的奇人奇策，只不过此人并不是名满天下的刘伯温，而是名不见经传的布衣书生叶队。叶队世居宁海县，其祖为宋朝进士。赵宋灭亡后，叶氏一门没有像宋濂、刘伯温家族一样出仕元朝，他们多次拒绝征召，却在家族内部私自传习天文、地理、占卜之法，以待天时。到了元末，台州海盗方国珍首义造反，然此人并非诚心反元，一见好处便向朝廷投降，叶队颇为失望，就没有选择出山。后来宋军攻克金华，叶队看到朱元璋雄武不杀，军纪严明，是可以肩挑大任的人物，便通过浙东守将李文忠进献了五世一纲三目册，替朱元璋规划了平定天下的大计。这一纲是给他一个大的战略路线，这三目是教他平定张士诚、方国珍和陈友定的具体手法。接下来就为大家详细讲述这一篇堪比汉中队和隆中队的奇策。首先是一纲，叶队进策之时，李察罕已经将中原、关中和山东的红巾军尽数剿灭，还派遣使者来朱元璋处行招安之事。叶队于是对朱元璋说道，东汉末年群雄逐鹿，在各路人马杀得难解难分之际，突然出现了一个曹操，他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以朝廷为大旗发展私人势力，于是迅速崛起，成为了汉末的最强者。天下人都以为李察罕就是当今的曹操，但我认为他们只看到了表面，没看到实质。曹操之所以能够凭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假公济私，是因为刘氏乃中华之主，而且汉朝有恩泽于天下，天下人还愿意听从刘家天子的诏令，这是大前提。而蒙元以夷狄之种窃据中原近百年，期间残虐百姓，早就人心丧尽，百姓们都盼望着圣人出世，带着他们洗涤胡俗，元朝的皇帝哪里还有什么号召力可言？李察罕不知人心厌胡，竟然还敢打着振兴元朝的旗号，简直是逆天而行。明公用夷变下，李察罕却用下变夷，这就是您跟他的最大区别，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希望笑到最后。如今李察罕妄自尊大，跟您写信的口吻就像是当年曹操召见孙权一样嚣张，无非是想诱降您。但金陵自古是龙盘虎踞帝王州，您占据这里，进可窥探中原，退可保有江东，以立于不败之地，何必向元朝投降？综上所述，我为明公规划的大战略是以金陵为根本，以九江到扬州一线为军事屏障，北面拒绝李察罕的招降，然后掉头向南开拓浙闽两广，以扩充实力，等到时机成熟再出兵两淮，消灭李察罕和元朝。最终朱元璋拒绝了元廷授予的荣禄大夫兼江西行省平章，还把三个元朝使节在南京百姓面前羞辱一番后公开处决，以彰示他反元的决心。叶队的战略规划整体看来属于先南后北，先易后难，跟后周王普的平边策算是心有灵犀。一纲结束，再看三目。首先是三目之一，取江南张士诚。张士诚的核心是苏州，外围有两翼拱卫，北翼为南通泰州一线，南翼为杭州绍兴一线。形势如此，我送明公一个上策，一个中策。上策直取核心，昔日田丰游说袁绍直取曹操的核心许都，李泌游说唐肃宗直取安史叛军的老巢范阳。所以我建议您用疑兵骚扰张士诚的两翼，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，然后发动精锐对苏州进行定点拔除。张士诚善于防守，苏州城池坚固，您应该把军营立在弓箭弩炮的射程之外，把城池团团包围，视为锁城法，然后派游兵扫荡苏州附近的郡县，以断绝城中粮草。张士诚坐困孤城，焉能不败？等苏州得手，其两翼自然拱手而降，此为上策。中策，先取南翼，绍兴为孤立之地，他的粮食从苏州来，援兵从杭州来，明公可以派出三路大军对苏州、杭州和绍兴发动全面进攻，但北面两路只要把敌人控住即可，重点还是放在绍兴这边。明公的军队质量高，多方乱战必然占优，绍兴失去了苏杭两地的援兵和粮草，自然最先失守，然后大军由南向北一路平推，此为中策。
这上中两策可保您全取江南，具体用哪个，民工自己挑。接下来是三目之二，取浙东方国珍。方国珍如虎狼一般反复无常，您攻克金华后，他前脚修书来降，但回头就做了元朝的嫔章，可见此人是见谁势大就害怕谁，表面看起来是个枭雄，实际上是个胆小鬼。所以您应该在平定张士诚以后，趁他尚在震撼恐惧之际火速进兵，千万不要拖。民工大军如果前去，他肯定收拾细软往海上跑，您还真拿他没办法。对付这种人，不能像张士诚一样硬打，要一边招降一边打，一只手塞甜枣，一只手扇巴掌，来回的玩弄，最终他一定会乖乖的向您俯首称臣的。最后是三目之三，取福建陈友定。福建兵脆城破，等到平定张士诚和方国珍以后，您只需派一个说客来就可以搞定。如果陈友定不肯屈服，那就强攻。从内地攻打福建有多条山间孔道可以走，但这些孔道都要在南平汇集，陈友定一定亲自坐镇此处。这个人打仗非常厉害，所以您不要在南平跟他纠缠，只需派出军队跟他正面对峙，然后从温州和海路绕后直取福州。陈友定腹背受敌，必然束手就擒。福建到手，进取两广如樊张耳，最后出兵北伐中原，这才是千古的伟业。以上就是五师一纲三目的全部内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叶队进策的时间大致在1361年左右，当时朱元璋的作战重点其实是在陈友谅这边，但叶队的策略却唯独没有针对陈友谅的，这大概因为陈友谅也是反元的。叶队家族的华夷之变浓度很高，他的对策只教朱元璋消灭元朝及其附属势力，而不教他打其他派系的红巾军。朱陈二人的矛盾他不参与，反正谁赢结果都一样。朱元璋看了叶队的进策后，顿觉妙不可言，想把他揽入幕府留用，可叶队却飘然离去，隐于江湖之远了。在之后的几年里，朱元璋平定天下群雄的顺序和手法果然跟叶队预测的略无二致。明朝建国后，洪武帝还发动锦衣卫的力量搜寻叶队，但人世间再也找不到这位布衣谋士的痕迹了，真可谓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既然叶队已经替朱元璋规划了取天下的策略，那接下来两集就为大家生动展现这一奇策是如何具体实施的。上一期讲到，朱元璋经过半年左右的征讨，已经把张士诚在江北的领土全部占据，后面就该重点围攻张士诚的江南大本营了。为了保护北境的安全，朱元璋在出兵前还专门往洛阳送了一封信敲打王保保，这封信还是延续了他以往的风格，疯狂秀才学，疯狂用典故，疯狂掉书袋，但重点其实就这么几句话。你小子把我的使节汪和无故扣押了是什么意思？古往今来打仗归打仗，没见过谁动不动就把使节扣下的，真是一点规矩都不懂。我猜你扣留使节是害怕内部情报泄露吧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很清楚，陕北上有伯罗铁木尔的旧部与你为敌，关中的李思齐、张良弼正在向东攻打你，山东军阀也在抗拒你。这些情报并不是使节告诉我的，而是你手下的将士渡江投奔我的时候说的。所以你扣留使节有用吗？这样就可以保密吗？没想到你的谋士竟给你出这种馊主意，水平也太低了吧！这种货色你也收在幕府里留用，还想学曹操篡夺政权？我看你跟他还是有一些差距的。你要是再这样不识时务，我马上派襄阳兵穿越南阳盆地，派江汉兵翻越大别山，派淮右兵西逆黄河，派徐州兵北走运河，派淮安兵出海登陆，这五路大军齐聚中原，到时候关西四雄也一定发兵进攻你的侧背，你觉得你还有好日子过吗？识相的赶紧把汪和给我送回来。这封信的口吻还挺嚣张的对吧？但并非一贯如此，朱元璋给李察罕、王保保父子写了很多封信，这些信件有一个明显的规律，当他受到老臣和成哥两面夹击，压力山大的时候，为了避免再多一个敌人，他会把位置摆得很低，属于单方面吹捧的姿态。当他反杀老臣，压力大减的时候，位置就变得对等起来，还会装模作样的给宝宝提建议，教他怎么应付那些不听话的军阀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俩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呢。当他拿下了成哥的江淮之地，已经没有任何压力的时候，他就会把位置摆得更高，完全是一个居高临下、教训、嘲讽甚至威胁的姿态了。朱元璋的发展策略说起来简单，但做起来很难。当他比你弱的时候，会装作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，让你伸手难打笑脸人，
然后埋头搞发育。你硬要跟他干，他也敢豁出全部身家跟你玩命，你往往还讨不着好。当他比你强的时候，他却从不会犯冒进和懈怠的错误，而是步步为营，稳扎稳打，不给对手留一丝翻盘的余地，简直是持久战天选选手。所以老陈选择在鄱阳湖梭哈是没问题的，对付朱重八就得一波突死他，只是老陈没赌赢而已。说回正题，所谓五路大军北伐中原当然是不可能的，这不过是耀武扬威，恫吓一下宝宝而已。宝宝也很清楚，不拿下张士诚，给朱元璋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出兵中原，所以宝宝依然没有把使节汪和送回来。朱元璋有意讨伐张士诚，于是向朝臣询问意见，但是主管后勤粮草的大管家李善长带头反对道，张士诚当然应该剿灭，不过他土地肥沃，人口众多，城池坚固，恐怕会打成持久战，到时候我这边的压力就很大了，最好是等到时机成熟了再说，毕竟持久战打的就是一个后勤。朱元璋听罢很不高兴地说道，张士诚荒淫昏庸，屡生边信，若不早除必为大患，再说我都已经把江北之地全部拿到手了，他就剩这么一亩三分地儿，你还要我等，有什么好等的。右相国李善长乃文官之首，地位高于左相国许达，他的意思就是行政后勤系统的意思。当时张士诚败相已显，李善长为什么要反对朱元璋征讨他，这是个很值得琢磨的问题，毕竟张士诚搞间谍活动绝不只是针对武将的。好兄弟徐达看见重八哥得不到行政系统的支持，便进言道，张士诚横征暴敛，荒淫无度，麾下武将像李伯升、吕珍这样的都是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赳赳武夫，帐下文臣像黄菜叶之辈都是不懂军国大事的迂腐书生，咱灭他不是分分钟的事。朱元璋看到军方头马坚定地站在自己这边，大喜道，李善长这波人眼光不行，只要有小徐你的支持就够了，咱们择日发兵。1366年8月，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军，以常遇春为副将军，并向军中发文，主要意思就是让手下将领约束士卒，不得抢掠，不得妄杀，不得掘坟，不得毁防。朱元璋还专门写了一个手状让将领们签字画押，另外又特意强调张士诚母亲的墓在苏州城外，军事不得侵扰。其实朱元璋自家老娘的坟都被元朝挖了，但他自己还是下令保护成哥母亲的坟墓。朱元璋又把徐达、常遇春专门叫来嘱托道，如果张士诚愿意保全百姓归附我们，那我一定保他周全，如果他非要抗拒，破城的时候你们要好好安抚城内百姓，也不要杀害张士诚的将士，如果有人才就送到我这里听令。出发前，朱元璋向诸将商议道，如今我们要进攻张士诚，大家认为该怎么用兵比较合理呢？常遇春说道，跟张九四讲什么道理，直接突击他的老巢苏州呗。朱元璋反驳道，不对，如果我们攻打苏州，万一杭州、湖州等地的军队来救，我们就被四面包围了，不如先扫除外围屏障，然后再硬啃核心。这个也不用再强调了，朱元璋玩这个套路玩一辈子了。但常遇春还是很固执地想要直取苏州，这本来也是他的作战风格，他就是个耿直的武人，不爱讲道理，什么扫除外围再啃核心对他来说太复杂了，直接先手把人突死不就结了吗？朱元璋发现常遇春竟敢对他的得意套路表示质疑，大怒道，如果扫除外围失利我来担责，如果打苏州失利你来担责，怎么样？到时候我可不会对你网开一面。常遇春听罢便不敢再说话了。说实话，重八哥这么讲挺耍赖的，他是主公，他担责最多就是像曹贼一样割一把头发，春哥是将领，他担责可是要掉脑袋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作战方略总算是定下来了。朱元璋强力压服常遇春，定下了先扫外围再啃核心的战略思路，但是苏州的外围屏障有两个，一个是南翼，一个是北翼，该选择哪个呢？最终朱元璋选择了布衣谋士叶队给的中策，也就是全面瓦解张士诚的南翼，然后一路向北平推。南翼有三个目标可供选择，分别是湖州、杭州和绍兴。朱元璋选择了湖州。几天后，徐成二将统领20万大军向湖州开拔。湖州城池坚固，前方只有一条通道，北侧是太湖，南侧是丘陵，守城方只需面对一个方向的敌人，所以直接打正面是打不下的，必须绕到城的背后，关键点就在洞庭山。洞庭山是太湖南边的一个港口，拿下这里，朱元璋就可以放心地从侧后方夹击湖州。
但是只要张士诚还占据这里，这支绕后的宋军就会一直面临被切断后路的危险。如此要地，张士诚当然会派重兵把守，当年于同海就是在这里丢掉了一只眼睛。于是朱元璋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常遇春，猛男穿越太湖，三下五除二就打跑了元将陈旺，顺利进驻洞庭山，掐住了湖州的七寸。朱元璋闻讯大喜，立刻让常遇春绕后驻扎在炳山，跟正面友军一起对湖州形成了包围。张士诚见势不妙，派部将石青前来支援，常遇春围点打援，生擒石青。援军多次被常遇春殴打，不敢再来了，只能远远地停在湖对面看着。然而正在宋军攻打湖州的关键时刻，指挥使熊天瑞竟然带兵叛投张士诚，并向陈哥进献了绝密情报。常遇春没有管熊天瑞，而是进一步逼近湖州城，驻扎在城外的三里桥。守将张天琪为了解围，派三路大军出城进攻常遇春。这时候有个不识时务的术士劝道，今日天时不利，最好避战。常遇春大怒道，敌人都突到脸上了，你还跟我提天时，再提拿你脑袋祭旗，你信不信呀？常遇春随后拍马出战，将南路军击溃。南路军见势不妙，就往城里跑，结果跑到了城下才发现吊桥竟然断了，援将无路可逃，只能翻身再战，遭常遇春生擒，麾下200多名将官全部投降。其他两路援军看到春哥如天神下凡，被吓破了胆，立马逃回城内。张士诚眼看正面跟常遇春没法打，于是又派遣司徒李伯生带来一部分兵马，还特意绕开春哥，从南边的底岗村进了湖州城，以加强城中防御力量。但问题是，李伯生带来的人并不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张士诚中计了。之前不是说吗，朱元璋和常遇春争论应该直取苏州还是先扫清外围，最终定下了扫清外围的策略。但是他在会后又把徐达和常遇春叫来，弟兄三个开了个小会，这个小会是关于熊天瑞的。熊天瑞本来是徐宋陈汉体系内的一个大山头，长期割据赣南粤北一带，后来陈友谅把徐成辉杀了，他不服，于是在鄱阳湖之战坐视汉军被灭，但是他又打不过朱元璋，于是被迫投降了常遇春。朱元璋对徐常两个弟兄说道，那个熊天瑞最近心里有事，他投降我们以后官职从司徒降为了指挥使，一直洋洋不乐，估计是不服气，这次开会我看他脸色不对，搞不好要找机会叛投张士诚。这样吧，你俩回去以后故意诓他，跟他说我们要直取苏州，熊天瑞一定会替我们把这个假情报带给张九四的。果不其然，熊天瑞趁着这次绕后进攻湖州的机会叛投苏州去了，还告诉成哥朱元璋这次进攻湖州是虚张声势，实际上是想直取苏州。成哥听罢大惊，于是把大量的部队部署在苏州附近，只给湖州派了一丁点人过来，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中了朱元璋的反间计。从军事上讲，绕道突入敌后是非常冒险的，尤其是在刚刚落地还立足未稳的那一小段时间，如果骤然遇到敌军主力的大决战，极容易被直接打垮。比如龙湾之战，陈友谅就是在刚刚登陆，正在力炸结寨的关键时刻被朱元璋推下长江的。但是熊天瑞带来的假情报导致张士诚对局势产生了误判，他把大量精锐聚拢在苏州周围，白白失去了一战击走常遇春的良机。等到陈哥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常遇春已经把军营和栅栏稳稳地扎在了湖州的背后，再也打不动了。同样的战役模板，朱元璋作为防守方可以逆推陈友谅的攻势，作为进攻方又可以突破张士诚的守势，这就是元末总冠军的硬实力。徐达见形势已经稳固，便把湖州四面包围，张天琪不甘失败，派人出南门突袭宋军，徐达派麾下长枪兵大败之，元军从此不敢出城。张士诚现在终于回过神来了，原来朱元璋的真正目标不是苏州，而是湖州啊。他在懊恼之余，派了汉将吕征和武太子率领6万大军，对外号称30万前来援救湖州。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讲的那样，吕征已经失去了将常遇春一战击溃的机会，于是在现在的南浔区旧馆街道修筑营垒，跟宋军对峙下来，同时又和乌镇的友军潘元绍遥相呼应，准备打持久战。徐达见状便发兵绕后，在现在的南浔区东迁街道修筑了10道堑壕，对吕征形成了反包围，同时派兵夜袭乌镇，潘元绍兵败遁走，宋军再接再厉，把湖州河道粮道完全截断，以削弱城内的抵抗意志。张士诚见势不妙，带兵亲征徐达，徐达前去截击，在同乡造林大败张士诚，仅铁甲兵就俘虏了3000多人，成哥被迫退走。张士诚后来又派遣军队来救，再次大败，又被俘虏2000多人。
朱元璋见形势有利，开始全面贯彻布衣谋士叶对禁言的多方乱战的思想。他下令建德守将李文忠进攻杭州，华云龙攻打嘉兴，廖永忠和薛显扫荡德清县，李文忠于是发兵攻克桐庐，随后包围杭州。仅一个月的时间，张士诚的南翼防线被搅得一片狼藉，吴州和吕珍的六万大军已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。张士诚于是再次派遣徐毅来到战场观察敌情，被常遇春发觉，春哥于是绕后堵了徐毅的归路，成哥大惊，派出火龙船队前来支援，才勉强救出徐毅。徐毅跟潘元绍驻扎在现在的平望镇后，决定去乌镇请救兵。为了保密，他选择坐小舟，而把火龙船队留在了平望。常遇春闻讯前来追杀，被张士诚的五太子打败。猛男薛显见状大怒，立马上前大败五太子，还把火龙船连带辎重军械全部烧毁。春哥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于是对薛显称赞道，我觉得还是老兄你比我猛一点，武将就是这样的，你比他强他就一定服你，绝不嘴硬，所谓五人相重是也。旧馆的援军看见远处火光冲天，绝望至极，六万大军就此土崩瓦解，向徐达投降。但是湖州依旧顽强抵抗，徐达为了打击城内士气，把俘虏的援军将士集体拉到城下展示给他们看，这算是元末版本的四面楚歌了。守军看到友军就这么完蛋了，惊恐不已。徐达见湖州守将李伯升不愿投降，于是叫冯胜把汉将吕珍带到城下示众。吕珍跟李伯升一样，是最早跟着成哥起事的十八条扁担中的一条。眼看昔日的好兄弟沦落到这个境地，李伯升的心里濒临崩溃，但他依旧不愿投降，对徐达喊道，张太尉恩养我这么久，我怎么忍心背叛他呢？于是抽刀自刎，部下一把将他抱住，劝说道，形势如此，不如降了吧。李伯升只能低着头默然不语，他实在是没脸说出投降二字。守将张天琪于是背着他打开城门，湖州终于被徐达攻克。当时朱元璋和张士诚都是吴王，如果李伯升称呼张吴王，肯定会引起徐达的不满，所以他故意说张太尉。不得不说这个人的情商还是很高的。朱元璋认为李伯升忠勇可嘉，于是没有为难他，继续让他做官。但是三五百姓不知其中曲折，认为李伯升是主动投降的，所以后面就用李司徒一词指代背主不忠的人。入据湖州后，徐达马不停蹄发兵向东，又拿下南浔和吴江。几天后，杭州、绍兴和嘉兴也望风而降，并上交元朝官印。李文忠入杭州后秋毫无犯，下令军队在城墙上扎营睡觉，不得抢占百姓的屋子。有个大头兵强行进入百姓的屋子，被李文忠拖到市集凌迟示众。有的人在解读这段记载的时候，为了突出朱元璋的凶残，把寻强行解释为处决，这么翻译过来就是徐达把俘虏的六万大军拖到城下排队砍头，多么血腥的画面。但是在文言文中，寻的意思是斩士示众，只有殉才有死亡的含义。比如《史记》这里，由于荆轲刺杀嬴政失败，嬴政大怒，把荆轲的尸体肢解，然后示众。再比如《资治通鉴》这里，由于王孝杰攻打契丹，被友军苏鸿辉坑死了，武则天大怒，命使节将苏鸿辉斩杀并示众，以警示诸将。再说朱元璋出兵前特意宣示诸将，不得杀害张士诚的将士，徐达吃了豹子胆才敢公开打他的脸。而且如果吕珍的几万降军都被砍头，那么后来杭州、绍兴和嘉兴是怎么敢投降的？他们不怕被徐达拖到苏州城下继续砍头吗？说回正题，李文忠虽然拿下了杭州，但城里有几个对朱元璋来说比较特殊的人物，李文忠把他们送到了南京，交给了朱元璋。第一个是曾经叛逃的情报人员，当年朱元璋派了一批间谍去苏州做卧底搜集情报，其中一个被张士诚的优厚待遇打动，竟然主动向成哥自首，导致其他战友全部暴露，遭到张士诚的集体处决，朱元璋将这个叛徒吊起来剐了一千刀。第二个是当年刺杀胡大海的几个姚将，胡大海是前期堪比徐达的存在，是朱元璋最钟爱的将领之一，朱元璋对他的死始终耿耿于怀，于是也把姚将吊起来剐了一千刀，并把胡大海的画像挂在刑场，让他亲眼看着行刑的全过程。第三个是叛将谢再兴的两个弟弟谢三、谢五。谢再兴本是濠州旧人，是朱元璋集团最核心的人物之一。有多核心呢？朱元璋的侄子，当时的军方一把手朱文正就是他的女婿。当时张士诚经常利用做生意的机会对朱元璋的将领进行策反，所以他一直禁止前线将领向张士诚卖盐。
但是镇守诸暨的谢再兴却私自让两个手下来到杭州犯盐，并泄露了军事情报。朱元璋为了警告他，就把这两个手下的首级砍了，挂在谢再兴的客厅，另外又派了一个人来分他的兵权。当然朱元璋其实还是把谢再兴当自己人看的，所以回头又安抚他。怎么安抚呢？朱元璋把谢再兴的女儿嫁给了徐达。要知道徐达基本是内定的军方一号人物，而且还是朱元璋亲自主婚，这样的婚事有多少人还求之不得呢？朱元璋也是这么认为的，我杀你两个手下，但是给你添了个东床快婿，这你总该满意了吧。但谢再兴他不这么想，我的女儿你竟然不跟我商量就嫁了，你尊重我吗？于是他趁朱元璋在鄱阳湖跟陈友谅拼命的时机叛逃了张士诚，这件事给朱元璋造成了莫大的心理伤害。后来李文忠在战场上击杀了谢再兴，这次又攻打杭州，谢再兴的弟弟谢武害怕被朱元璋清算，不敢投降。李文忠在城下喊道，我以总兵官的荣誉担保，只要你们投降定能保住性命。谢武听完立刻投降，但是朱元璋觉得谢再兴对我造成了这么大的精神伤害，岂是你一个小小的总兵官可以担保下来的，于是把谢武吊起来剐了1000刀。不过朱元璋没有为难谢再兴的女儿，他和徐达的感情非常好，后来他们又生了个女儿，朱元璋也很喜爱这个小徐姑娘，于是把她嫁给了朱老四。后来小徐姑娘又跟朱老四一起创业，打翻了建文朝廷，她就是永乐大帝的徐皇后，还给永乐生了7个娃，朱大胖就是她的儿子。也就是说，谢再兴虽然被太祖高皇帝钦定为反贼，但是大明帝王的身体里都留着这位反贼的血脉，四舍五入也算是赚了。到目前为止，战事进展顺利，一切都在按照布衣谋士叶队预测的方向前进。张士诚的南翼已经彻底被朱元璋瓦解，苏州即将直面徐达的兵锋，朱张二人10多年的仇怨